风流正协起别墅五妻妾同居，一房、三房、四房，再加泳池，咁大个后宫正正就出现喺辽宁省啦。有网友 post 咗呢堆相，话辽宁省政协委员李青山有五个妻妾、六个仔女，分别住喺呢啲别墅入面，其中一个老婆仲系带住个肚。我知，但系中国奉行一孩政策噶噃，点可以咁呢？那他可能第一个离婚了，然后再娶，离婚了再娶，这个事儿也很正常。离婚以后，这个再娶，这不是这个法律上允许的吗？消息仲话佢有过过百个情妇，仲私藏手枪子弹。我哋寻日分别打过去辽宁省政协同埋公安，问下会唔会跟进。不过两边都话冇呢方面嘅调查。